水龙分会主席明基法师、YB拿督邓章清、王俊伟副台长、翰林团长、周斌主任等，我们会更加努力来推动类似真善美的活动。谢谢各位。掌声的在演出前，让我们掌声邀请翰林团长上台为我们分享。各位尊敬的来宾，竭诚法师。 YB拿督邓章清先生、YB欧阳汉华先生、明吉法师、周斌参赞及美丽的掌声。谢谢。这两天呢，马来西亚的天气特别的热，但是比天气更热的是这里的人民，你们的热情。谢谢。非常感谢马来西亚佛光山的邀请。 感谢各位在座的和幕后工作的各位义工的辛劳。好，三响，可以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一、二。